别难过了，考试成绩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的分数太低了。但是你努力了，你的问题是你对数学没兴趣。是，如果我喜欢数学，跟我喜欢音乐一样，该多好。别难过了，考试成绩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的分数太低了。但是你努力了，你的问题是你对数学没兴趣。是，如果我喜欢数学，跟我喜欢音乐一样，该多好。他的数学成绩为什么不好？